什么？走在路上突然想要尿尿的时候，你会跑去哪里尿尿？加油站地下道，叔叔电话亭。孙家柱，去接电话啦。你去接啦，我要等答案呢。你是没看到我在准备碗筷吗？反正不是你的电话就是大姐的，又不会有人找我。果然有树丛。哎，换你接了啦！不要啦！快去啦！啊，你两个是谁呐？电话想半天也不会接啊！等一下就回来给他喊的呀。我要去啦，不然大便是孙正美昨晚不接啦。喂。请问你找哪位啊？喂？啊谁啊？不知道，没讲话。啊挂断了呀？还没啊。我来，我来。喂，啊你要找谁？阿浩，你是阿浩吼？哎，嘿啊嘿啊，啊你是？我是阿芬啊。妈，蒜头要剥几颗啦？啊，哦，我来，不要紧，卖价啦。孙正美，你又不接电话，不要接啦！是我狼打的啦，在那边传哦，啊，很恶心呐！我最讨厌这种电话了，我要骂他一顿。给你把钱就不掉了啦！恶心呢，一天到晚在挤痘痘。可是不挤就很难过啊。姐，你哪里有痘痘啊？我来帮你挤。我不要。倩倩说痘痘挤多一点会变月球表面，你这样再继续挤下去哈，以后交不到男朋友，我跟你讲。哇塞，大姐自从有了几扣哥这个性子，讲话越来越大声哦。你不念书来我们房间干嘛啦？没有啊，就念累了休息一下。大姐，吉哥哥最近怎么都没来啊？他车店刚开，很忙啊。哦，那他明天会不会来啊？干嘛？你找他有事啊？没啦，只是关心一下。关心？我看你是零用钱不够了吧？大姐，我们这个礼拜要烤肉。对，大姐，你人最好啦，赞助一下。啊，赞你个头啦！我每天坐车去台北再回来，全身上下就剩下5块，没钱。二姐，那你呢？你把上次欠我的50块还给我，我就有钱可以借你啦。你们这两个做姐姐的，真的很不够意思哎。人家薛正坤他姐一听到他要去烤肉，立刻拿300块给他哎。那你去当薛正坤他姐姐的弟弟就好啦。我也想啊，就是人家姐姐长得又正又是空中小姐，哇，多有面子啊！你的意思是我们让你没面子喽？你才知道。哎，你干嘛不去问妈？妈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，去找妈说不找死吗？妈干嘛发脾气啊？谁知道啊，怪怪的，妈一会骂我们不接电话，一会骂我不准接电话。哦，那天孙在美害的啊，一天到晚抱着电话讲个不停。我才没有嘞，我今天根本没有电话好不好？
老板回来喽！爸回来了。爸，爸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曾妈，今天没宵夜啊？有，帮你准备了饺子，帮你热热。好，今天晚上吃饺子啊。哎，你妈嘞？在房间啊。人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妈在不高兴。不高兴？你们惹她生气了？才不是我们嘞。是电话啦。电话？有一个色狼打电话来，然后妈接到就很不高兴啊。色狼打电话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把他骂一顿，挂他电话就好了。我就是这样说啊。可是妈说这样不准接。不准接？哎，你妈呀，平时胆子挺大的，碰到这种事情啊，怎么就没胆量啊？来来来，饺子热好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多谢。哎，家主，帮老爸剥两个蒜头。哦，好。好吃哈。好吃。陶家饺子最好吃。不是陶家的饺子好吃，是我女儿亲手准备的宵夜好吃。爸，那吃看看儿子亲手帮你扒的大蒜。啊。香，特别香。好。爸，我帮你倒茶。看女儿倒的茶有没有加香。好茶，那一看就是好茶。哎呀，太过瘾了。许雨苑今天有没有来？没有啊，他最近店里很忙，昨天还没到十二点呢。哎，慢一点好，这代表啊生意兴隆。好。哎，我接，我接，我接。不准接。你等一下啊。是许玉人打来的，为什么不能接？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电话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那他说了什么？我一听到是他哦，我就赶快把电话挂掉了。所以你才不叫孩子接电话？那也不能一直不接电话呀。孙，不然我把电话换掉，这样就找不到我们。你怕他找上门儿，是不是连家都要搬？啊？他要是敢来的话，哈，我就跟他拼命了。啊，好啊，该来的躲不过，该来的迟早都要来。早知道就会有这一天，我早就知道他会说话不算话。老师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啊？我好怕啊，怎么办？
你到底要创啥？哎哎，我高丽菜买回来了。哦，可是那王妈说只有两颗哎，两颗够啊？不是啦，这个哎，你看到外面看起来黑黑烂烂的，好像被虫啃过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跟王妈说啦，就是说你觉得不好看，不喜欢的话，我还可以拿去退。来，我瞧瞧，这丑一点好啊。你别光看啊，这包在外头的叶子被虫啃过，你觉得它破烂就嫌它丑，其实这就表示啊，这高丽菜没撒农药，菜虫才肯吃它。这种没撒农药的高丽菜，咱们给客人吃，我们才放心嘛。你瞧它里头，啊，是不是漂亮了？哎，嫩呐，真的耶。所以呀，学着点啊，凡事你别只看它的外表。你刨吧，说的是一点儿都不错。就像交朋友吧，也不能光看外表。这人与人之间啊，要经过接触，才能啊，真正的互相了解彼此嘛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哎，就拿我跟你干妈来说好了。一开始啊，我们彼此也是看对方都看不顺眼的。他抢我嗓门大，我现在大嗓门，这吵起架来啊，真是棋逢对手，旗鼓相当，就好比这猛张飞碰上了孙二娘一样。可是吵着吵着，哎呦，吵出感情来了。是哦，我呀最讨厌那种虚情假意、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了。你想啊，这我心里的道理不说出来，他心里的看法不说出来，这怎么能算两个人了解的彼此透彻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就这样喽，吵着吵着呀，就发现这个人呢，虽然脾气坏、嗓门大，可他心眼不错。就这么着，就约去喝酒了。哎，这三杯黄汤一下肚啊，话就更多了。后来你干妈她终于发现，我这个猛张飞呀，我不只是嗓门大，我粗中带细呀，我肯干，我又能吃苦啊。我后来也发现，这个孙二娘啊，哎，她豪爽，她心肠又软，所以我们俩可说是天上的一对，地下的一双，后来不就结婚了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孩子面前干嘛呢？所以呀、啊，跟着陶贝啊，别只学着卖面、煮面什么的，还要学学陶贝挑老婆的眼光。你瞧瞧陶贝的眼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注意点，真是。哎，对，太兄啊，听说你那个笔友也是个美人坯子，哦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让他的外表给迷惑了。最重要的，你是要了解他的内涵，他的人品，这才是重要的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去切菜，我去切菜，我去。哟，你瞧他还会害臊呢。哎，这孩子包饺子吧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找哪一位啊？你是陶富邦的弟弟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啦。哎，请问你是？我是他处长的女儿，未来的女朋友。处长啊，就是他。他是谁呀？就是上回来找富邦的。没遇上，富邦说呀，她是他们处长的女儿。怎么处长的女儿这会儿又变成你儿子未来的女朋友啊？这陶富邦在军校到底有没有在念书啊？哎呀，现在重点不是这个。哦，那重点是什么？
重点是他来干嘛的？该不会是咱富邦干了什么吧？哎呦，人家找上门了！啊！哎呦，你给我耐着点性子吧！他一不留神说什么不得体的话，你得罪人家处长女儿，我告诉你，就会害你们富邦到时候毕不了业。听见没有？哎，走吧。哎，来，小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吃点水果，来来来来来，叫我宁宁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啊，坐坐坐嘛，来，哎，宁宁是吧？嗯，你好，你好。好。对了，上回富邦回来啊，还提到你呢。啊，是吗？他说我什么？啊，他说，因为送你回去，所以。多了一天假，真的谢谢你呀！哎呦，不用客气啦。其实啊，应该是我谢谢陶富邦才对。哎，对了，这次我爸又给了他三天假，所以我是先过来等他的。哦，是啊。倪小姐啊，是不是富邦有什么事情啊？这是我和陶富邦的秘密，不能说。哦。放心啦，这和偷拐强骗无关，也绝对不违背社会善良风俗。嗯，哎，对了，那个是你们晚上准备要卖的东西吗？是啊，是啊。小时候啊，我有个同学，他们家也在卖面，我每次看他们家弄东弄西的，我都觉得好好玩哦。我好希望我是他们家的女儿。陶妈妈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好啊，好啊。那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包饺子会吗？不过我很聪明，课本我看一遍就会背了，所以我一定学得很快。好吧，那你想先学点什么呢？那个看起来很好玩哎。你这样不行啦，高丽菜要剁得很碎很碎才会好吃啊。可是我手已经很酸了。哎，给我，看清楚。陶弟弟，你的身手又快又准哎，好棒！我还可以更快嘞。其实我姓冯啦。陶爸陶妈是我干爹干妈啦。那你哥最爱吃什么东西啊？饺子啊，陶邦最喜欢吃饺子。是哦。妮妮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包饺子呀，得包出来像元宝一样，瞧瞧看，得像这个样，知道吗？可是我想包成心心相印的样子啊，这些啊都是要给富邦吃的，这样他才会记得我。陶富邦的房间啊，是啊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。他睡哪张床？下面那张。哎，有陶富邦的味道哎。哦，哎，你连陶富邦的味道都记得哦，你们是不是真的很熟啊？孤男寡女在一个空间共处六个小时，你说熟不熟啊？陶，这个家伙怎么重要事情都没有跟我讲？在车上共处六个小时，算是大事吗？哦。好无聊哦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啊？你要看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有没有陶富邦的相本？
陶福邦相本哦。又是处长的女儿，家世算是不错啊。可是我觉得她太主动了，这一点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……哦，对了，拍熊他在干什么呀？他在看富邦的相本。哎，他奶奶个熊，怎么这会儿富邦交了新女朋友，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富邦没有跟我讲啊。拍熊，别再给我们做戏了，坦白从宽，自首无罪。这次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虽然我曾经有不良记录，这个帮富邦骗过你们，可是这次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启奇什么。你看，我连名字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不知者无罪啦。嗯，好香哦，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哎，这是陶杯远近驰名的卤味，还有牛肉汤。哎，对了，拍熊，你去问问他是不是饿了，要不要给他盛碗牛肉汤尝尝？嗯，去问问。那个陶妈问你要不要喝一碗牛肉汤，哎，啊，谢谢，不用了。哎，陶弟弟，这照片中漂亮女生是谁啊？啊，倩倩啊。哎，我姓冯啦。哦，倩倩啊。倩倩是陶福邦的谁啊？哦，倩倩是陶邦从小就，哎。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好邻居，好邻居，哎，哦，又是一个女的好邻居啊！上一次我碰到一个好邻居，也是女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这？哎，我们这边邻居很多，男的女的，大家都好邻居，都好邻居啊！哎，你们附近有没有冰店啊？干嘛？我想吃冰。